古老的茶餐厅，就是我们很多明星啊下午就会来喝一杯奶茶的地方，有的时候还会吃他的鸡蛋午餐肉公仔面。这里的奶茶我跟你讲是非常好喝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的话，就可以来试试看，真的不错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喝的。听说是用那个玻璃丝袜冲的，没有用过的话，玻璃丝袜没有还好。这个餐厅其实是蛮古老的，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香港那个60年代的那个样子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他跟我们把整个地方拎下来开派对，然后大家都要办那个60年代的大饭，就要开60年代吃的派对团，蛮好玩的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过。所以这个